我帅不帅？大家好，我是小龙，人在非洲。今天我们来全村最好的理发店，剪个头发。这家理发店生意特别好，现在有两个客人。这是价目表，男人理发只要200卢郎。这边还贴了两个可爱的中国小宝宝。这是老板的座驾，中国的28大杠自行车。我旁边这个小孩呀，头发这么短，他也是来理发的。这是理发店的老板兼发型师托尼老师，你好。阿玛库鲁，你妹子，我准备剪一个古天乐同款发型。因为他这里也没有水，不能洗头，我先在家把头洗过了，开始理发。我在这理个发啊，引来全村围观。确实还行吧，还可以。我帅不帅？别人理发只要200，我作为全村首富必须给他1000。马库仔，然后我再送他一个小礼物。牛角梳子在冬天梳头没有静电，护发养发。好好梳头，好好理发。这个是托尼老师啊，第一次为中国人理发，理得还挺不错的，我还是非常满意的。在非洲理发有个好处。这边的托尼老师啊，他从来不会向你推销办卡，从来不会劝你充值，非常实在。理发就是理发，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废话。我现在理了头发啊，我又是全村最靓的仔了。